今日嚟金钟三宝之一嘅 JW Marriott 万豪酒店嚟食佢哋嘅下午茶自助餐。系啦，冇听错，系下午茶自助餐。呢个圣诞将近啦，唔需要各大酒店嘅大堂都相当抌本啊。两三层楼高嘅圣诞树，当然系眼球焦点之一啦。万豪酒店嘅大堂采光有几好，我谂都唔使多讲噶啦，大家有目共睹啊。即使我哋嚟嗰日算系阴阴地天都好啦，但喺三层楼高嘅落地玻璃加持之下，入到嚟都 feel 到呢度系光猛、整洁、醒神嘅。我哋订台嗰时系讲咗系有三个大人一个 B B， 但可惜就算我哋嚟嗰时有大把位都好啦，但都被安排咗坐喺呢张相当逼仄嘅，我哋觉得系二人台啦，但职员话呢张系三人台嚟嘅，而 B B 凳呢？都等成几分钟都未有啊，要开声先有，所以未食嘢都好啦。但系喺待客之道方面，似乎觉得呢度仲有唔少嘅改善空间。仲要我哋嚟嗰时，其实入座率都唔算高嘅，但系都 feel 到好似人手有啲短缺咁样。点都好啦，咁嚟睇下啲食物啦。咁西式嘅甜品糕点就放咗喺呢度，款式数量嚟讲，中规中矩咁样啦。佢有一件一件咁样嘅，亦都有呢啲封建由人自己切嘅蛋糕。但系咧，当我见到下午茶嘅灵魂松饼就孤零零咁样瞓咗喺个雀笼入面咧，咁我就知真系出大事噶啦。而另外咧，亦都见到呢啲独立嘅甜品糕点，个卖相系相当之普通简单，即系嗰啲你平时喺自助餐都会见到嘅嗰啲，系嗰啲唔太想拎嘅嗰啲款啊，就系咁嘅样噶啦。后面咧，仲有啲中式嘅糖水泥或豆腐花之类。所以总嘅嚟讲，呢度系有啲似平时自助餐食到嘅嗰个甜品区域，不过就丰盛少少，同埋有埋松饼咁样咯。嗱，坐喺位嗰时咧，我哋一时一时都会闻到一啲榴莲飘香啊，系因为呢度有一部榴莲味嘅雪糕机。嗱，我哋几个系可以接受到榴莲味嘅，但假如你话有接受唔到嘅朋友嘅话咧？咁可能入座嗰时就要提前同啲服务员讲声话，希望可以坐远少少啦。西式甜品之外咧，后面呢间房就系中式夹杂住港式食品嘅区域啦。嗱，相比喺西式嗰边嘅冷清，呢边可以话热闹得多啊！首先一入门口，你就见到呢啲咸咸香香嘅小食，后面就有成十几款嘅酱。点解咁特别嘅安排呢？因为一拧转面就会见到呢一个粥档啊！我见唔少人都有拎呢啲粥去食，似乎质素咧唔错嘅。咁啊，粥档嘅隔篱咧就有我最爱嘅烧卖，有虾烧卖同埋猪肉烧卖，另外仲有龙牛百叶添。哇，牛百叶超香啊！阵间试俾大家睇下。咁再隔篱嗰张台咧，就有色彩丰富嘅沙律啦。可能呢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系呢度摆放食物嘅逻辑系有啲特别嘅，就好似求其见到有位就塞入去咁样。咁啊，沙律区嘅尽头咧就有啲日式嘅鱼生啊、卷物啊、寿司啊咁样。另一边咧更加香，有超级抢手嘅虾多士同埋炸馒头。虾多士啊好热门啊，我拍咗两三分钟之后翻嚟已经冇晒噶啦，好鬼黐线。咁然后咧，仲有好香嘅龙虾伊面啦，咖喱鱼蛋都有，隔篱仲放咗盘清酒煮蚬，系咪？嗱，所以好似有啲有位就放咁嘅逻辑咁样。咁再之后咧，就有啲鱼夹、炸鸡翼、burger 同埋葱卷。呢度嘅热食系齐全好多嘅，咁个面档咧就喺呢度啦。佢系以车仔面嘅形式俾个兜你，咁你可以自己执啲料啊，执啲面嘅份量落去啊，咁样系好地道嘅港式风味啊。而靠近入口嘅另一边咧，就系啲冷盘啊，即系例如话面包啊、番茄啊、芝士啊嗰啲咁样。好啦，咁依家叫睇完个食物区之后咧，老实讲，同我想象中嘅下午茶自助餐有好大嘅出入啊。咁我以为首先系会有一份三层嘅层架装住嘅美轮美奂嘅啲靓靓甜品糕饼啦，系咪？然后咧再有好多其他款式嘅甜品任食。啊，点解会咁谂咧？因为上年圣诞都系圣诞节前后，我哋去咗四季酒店嗰度，佢哋嘅下午茶自助餐咧就系咁噶啦。层架装住嘅甜品糕点之后咧，再有其他相当精美嘅甜品放题啊！但当时我哋喺四季嗰度嘅人均消费咧就500蚊左右，
而我打电话嚟万豪呢边订位嗰时咧，职员就话：嗱，如果你拣食 T set 咧，就500蚊两位；如果食 T buffet 咧，就300蚊一个人。咁我就以为300蚊可以食到四季咁样嘅安排，我就以为哇好抵食喎咁样。睇嚟咧系我误会咗啦。亦都根据出面食客拎嘅食物嚟睇咧，似乎呢度中式部分系大受欢迎啊。相比起嚟讲，西式嗰边咧相对冷清得多。我都明嘅，即系我见到啲甜品糕点咁嘅样嘅话，其实我都唔系太吊得起个胃口。反而中式呢边咧，即系特别喺个面档啊，呢啲热食睇嚟咧，闻落都觉得好吸引好多，系咪？咁啊，虽然同我想象中嘅出入都几大，但系咧，既来之则安之啦。调整一下心态，先嚟试下呢一个唔系太吸引嘅西式甜品区先。第一件要试嘅当然系灵魂啦，松饼。其实睇个样子，佢一定炒车噶啦，你佢连保温灯都冇，冻晒，但都要摆入口确认一下先。你一搣开佢嗰时咧，佢系呈粉状嘅，入口咧只有好微嘅奶香，咁嘅质素实在唔应该出现喺 Marriott 入面。至于其他嘅西式嘅糕点嘅水准咧，老实讲，其实睇一班食客嘅选择已经反映晒噶啦，就系好睇唔好食，所以我都唔逐样唔重点去讲呢部分啊。总结一句就是冇乜边样好食嘅，拎咗两轮之后已经再揀唔落手啦，唯有果断投入去中式餐点嘅怀抱。嗱，中式嘅第一轮已经好有惊喜啊，烧麦超有水准，劲大粒，啲猪肉烧麦好爽弹啊，虾烧麦咧啲料好足，成两每粒烧麦入面有两只虾入面，啲虾系弹牙唔霉嘅，好高质。烧麦真系拎完又拎，好抢手啊！牛柏叶亦几乎见到每张台都有拎，果然高质，炆到咁入味，但系都冇话淋晒，仲相当弹牙。平时都几少会喺酒店入面可以食到牛柏叶嘅，所以试过一两次都相当失望。呢一个咧好有惊喜。呢份日式主蚬即系啲灰咗，扭嚟扭去都系得翻啲壳。最后留咗成8个上嚟，得2个入面系有肉嘅啫，但真系好好食。佢冇沙，唔腥，兼且鲜甜，咁啊唯有少食多滋味啦。这个上汤大虾伊面，嗱佢唔系龙虾嚟嘅，但系个面咧做得几好啊，个挂汤能力唔错，口感淋得嚟咧，佢又唔系浸到烂晒咁样，可以一试嘅呢一个。咁食到冇嘢好食咧，就连炸鸡翼都拎埋。中规中矩咁样啦，咩毕竟都系酒店嚟嘅，真系好难连炸鸡翼都会炸得差。乳鸽趁佢新鲜拎出嚟嘅时候拎咗一份，哇，皮脆肉嫩，食过翻阵味好鬼正。过一阵再去拎，佢俾啲保温灯晒一晒咧，差好远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嘅话咧，记得抱住佢新鲜烤出嚟嗰时先好拎。嚟都以咁嘅角度俾大家感受一下张台有几窄。加上呢度似乎人手分配有啲不足，收碟速度都好慢啊，所以系更加逼嘅感觉上，你见到系冇乜位置可以俾你摆食物噶啦。下午茶自助餐系由3:30食到6啊嘛，咁去到尾声谂住话今晚唔食晚饭啦，就直接食饱佢就算。走去叫咗碗面，煨到好似车仔面咁样，执好啲配料之下咧，就等5分钟就拎得。水准咧令我谂起喺机场啲商务候机室嗰度食到嘅面。不过不失咁样啦，但系咧不知不觉间你都食得晒咁样。Marriott 嘅 Afternoon Tea 向来都系以高性价比著称，所以真系经常都一位难求啊。但系可惜今次 Tea Buffet 嘅用餐体验咧就有啲鸡肋，即系佢冇咩特别优秀足以吸引到你嚟食第二次嘅地方，但系又不至于话赶客到令你惊咗呢间酒店。嗱，300蚊买咁样嘅食物选择抵唔抵呢？见仁见智。但毕竟真的有不少人会想吃下午茶，但是又对英式下午茶没什么兴趣，这样的话来这里悠悠闲闲地吃，环境又这么好，都真的挺爽的。如果大家有吃过高质的 Tea Buffet， 不妨在留言区分享交流一下。下星期会有一条真正的 Buffet 片，是 Hotel Icon 的 Lunch Buffet。 哇， Hotel Icon 有多难book到位，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剪好了的话可以在现在右上角弹出来的链接看到。好啦，咁我哋下条片再见。